这样子，结果对面是瓜死，谁亏？ 其实还是不太跟剑姬拼，我觉得，哎，我赚了，嘿嘿嘿，我这种概率很小。哎呦，没戳到他，我亏了。其实他带红色会厉害，蓝色几乎没什么。其实我根本看不出来你亏了还是他亏了，我只听得到你这样叫，我就觉得哦，你赚了，你亏了。但是是吗？哦， 他鼠标的位置不太对。哎呦！哎呀！哎！他不是一开始直接闪那个？没有没有，要等他这个。 平 A 冷却完。哦，不错哦。嗯，能反应过来，他以为刚开始闪过去，他会小心炮车。能反应过来，明处的骗，嗯，可以。<笑>有豆豆，好好好，确实。八百的心眼。 First,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This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刚 Q 空了就不要再赢了。哎呦，我们的 damage。 想等一个他的意，对，闪现冲刺普攻啊！别急，这一下闪现不就冲上了吗？心太脏，这个线不要动。哎哎，不想走，鸡解说他不肯走啊，他踩到爆你夹子。 真的是姬姐啊，剑姬，姬姐说她不肯走啊，姬姐说走了游戏就没了，要化成恶魔。哎呦，还 Q 到了，这下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可要强推。哎呦，但是你看一强推，这线推进去更不想走，走了全亏。那没戳好。 真不走，为什么不走？他想要这个经验。我都自己都没动手。你都讲了，姬姐说她不想走啊。姬姐说生于斯，长于斯，我都会背。这我人有，从一而终，搞完了，早年就早掉。嗯，我都会背，每次加人一来就发那个弹幕，我都收藏了。姬姐说她不敢走。居安人。 我鸡猫说又不为辅助了，你要不缓一缓呢，或者换一个号玩。对啊，会不会好一点呢？也许换个号会比较好一点。什么歌？今天。从前从前会比较。有个人。但偏偏。无从不在无名之辈吗？<笑>
鸡姐，这个用户就叫鸡姐，说他不肯走啊，他还在那哈哈哈哈哈哈。你就是鸡姐，说他不肯走，你还搁这哈哈哈。你怎么不救一个鸡？哦，不想丛林打号，很有道理。哎呦，头部哎呦，过于痛苦啊！那你可以找个人跟你一起双排吧，可能慢慢会好一点。如果你一直补位的话，你可以找个玩辅助的人跟你一起双排，那样他一定会占一个辅助位。哎哎，真痛！没想到伦姐还会发这个弹幕，你没想到的多了，我藏了好几个呢。还不肯走，姬姐又不肯走。他是真的不想走。他挡不挡的死，他挡，我绕一下回来，一刀把他砍死。他不挡直接死，挡不挡都死。他就是从一而终，够传统，找老婆就要找这样的，没问题。帽子戏法，什么是帽子戏法？我刚掉白银了，别急。之前有个一起好玩的好朋友来着，然后就聊天开始变得。没关系，你可以从群里面再选取一个水友做你的好朋友。对啊，找人玩游戏嘛，你摇到就完事，一起玩。玩的不开心，就找个理由打哈哈过去呗，你再换个新的不就好？像我就不传统。嗯？哎，我传统，我传统，我说的是找队友。哦。我一般也不找人上。哦。进去。不会。全是嘴。你在哪个区啊？虽然我的电脑还没有弄好，弄好之后，下次玩之后可以一起玩。哪里还没弄好？哪里？就我不知道那个网络延迟高不高，如果打五五的话。刚刚直接闪现 A 一手，反应不够。你闪现猛男冲击，闪现猛男冲击加个不灭。闪，太亮了。他也没事。没事。这打哪个蓝色？好帅的 A 闪！打野还敢来呀、啊？他说我虽然不是鸡血，但我有看。太痛了。这打野成功了。他也要打鸡血的。好。长舒一口气。我想扫。剑魔 A 闪进去，盗版天什么？盗版天楚，这不楚吗？楚国的楚，盗版天楚。盗版天楚，楚国的楚。厉害。楚，小楚。小楚，你说。小楚，小楚，你听我说，睡着了。神经。我真受不了，而且你还认为那个人就是主吴彦祖的主？怎么称呼？叫我小楚就好。楚，哪个楚？吴彦祖的楚啊，楚。人家刘白是真的来玩的，我是来社交的。难搞。教主，教主，你听我说。号养好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玩一下？先到先。飞舞。
刚有一下砸了外圈的嘛，不然应该他更快的死掉。他以为是机会，没想到是陷阱 trap， T T R A P trap。突然还要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英语。没有这个，我原来就会。哦，它是一种音乐风格，也叫陷阱，叫 trap music。这么厉害。然后 trap 又分电子音乐的 trap 跟说唱的 trap。小楚那个视频太搞了，虚空对话，留白在哪？不是，就是他之前有一个类似于活动吧，就是上单老祖邀请他去指导一个青铜的玩家，然后另一边是留白卡米尔指导一个也是青铜的玩家，然后让两个青铜的兄弟互相一 v 一真男人大战。然后主播的画风有点可爱，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小楚。你请说，虽然我英语不好，但我感觉你也不好。逗蛐蛐是吧？怎么这么说？那留白他讲的很简单，你讲得懂。然后留白他那边那个学员也怎么讲？他们两个配合很好，就是跟环太平洋那种类似，协调的很好。我这边就是我讲的不是。那哥们玩的还，我感觉我这边这个好像不用太遥控他，我感觉要不干脆一进来就，主播比那个人还要急，对，我感觉不如直接进来就问他你打算怎么玩，啊，那你就这样玩好了，我不干涉。主播遥控车一样的很急。你是自由的 ，you free， you free 的。前面有个弹幕说伦姐被你忽悠的一愣一愣，哎呦，尊重他，这他在直播，虽然他的英语已经进步了很多。嗯妈的，没有边界感的中单了，我操！借米就来是吧？我操！分了你的钱。哎，输的人是小鼠，不是小楚，所以小明没输，哈哈哈。哎哈哈！没有边界感。只看过明哥打元神刀妹那一次，确实还有元神刀妹。一个 W 闪，哦不对，一个九头蛇闪，然后再给他弄死。没事，杀不死我的。我操，真是联盟二去的，刚刚打电话去。绿色的电话，好环保，没有一滴血是自己的。是伦姐叽叽叽了一下吗？肯定不是我啊。我从来不叽叽叽啊，我们俩声音很像吗？没有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出黑切好，我也想出黑切，出黑切能追得上吗？打得这么好，没有一个狂人，一个六都不给你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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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他狗二三说幻听了，以为轮姐也开始了，不理。还是不会放兵吧，还是冲他妈来点作用啊，卢锡安，我操！嗯，可以来。嗨。伦姐今天必须出个镜，为啥？你说出就出，我不出，我偏不。你这个皮肤糖的像一个主播，全狗。他叫张顺。一下子得罪了两个主播，这不走着宣布吗？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懂。走着宣布。我操，白梨大奶。没有，他有任务我感觉不是有刷钻粉进主播朋友圈看，每天都更新。哦，对，微信可能会发的多一点，因为微信比较私人嘛。
下不会死。从学点英语学的很多现在。我直接闪了 ，W 都不放，他直接闪。很火的吧？看我俩直播时候，那就没必要了。直播那就没必要了，主播会不好意思。顶多直播前开个播，我就不要去了。不去了，很奇怪。这皮肤什么时候半价？等等，估计还早吧，刚属于是刚出的。结婚能给大伙发请帖吗？谁有要来？到时候再看。主播认真的捏了捏自己的下巴。到时候再看，到时候再看，不好说。如果是以前亡妻版本九头蛇，我随便玩。我的亡妻九头蛇回来，没有啥，确实。应该是吧？就这个装备不见了，他们就会说是亡妻。哦。组队抢亲括弧1%，我操，这也太恐怖了！不会让你们有这个机会的，直接把那请柬没收，发了我给你们发。发了一个。不是，主要是怕主播真的被拦住了。啊！他们有那个抢亲，有那个什么文化成语。就是你只有答对了，你才能推门或者是怎么怎么样。我操！万一你接不上亲，我能和你怎么办？太恐怖了！这表弟上不去。现在还在上。这减速是真要命啊！一千卡杀手，我帮你结婚，请我吃饭，我蹭饭吃，到时候看呗。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呢，都还没到那一步呢。这个就比较不好说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太私人了，这可以说的吗？那先问询一下主播，主播原来都不想当主播，也不是不想，就是你的意见。那我肯定是想的呀，那你原来不是不想？小伙子。哦，回答回来了，掉了一瓶。哦，我要真办婚礼，我想办简单一点。我们两个都想办简单。没有啊，我没这么说。哦，你想办复杂一点。我没有觉得要办简单。这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我不觉得，这一辈子也就结一次婚，大部分人来讲。好好。好。我打完就行。暴雨好像不是很新人，我第一次认识。他不来。走的。相压力，走了。这有什么事吗？他
怎么态度那么简单？说控制了我上不去。想控制，而且都是 combo， 杰拉易弄，金克斯接匣子。怎么了？他这个走起来，然后那个加速有点好笑。啊！莫聊说今天玩断线盖伦爽死了，哈哈哈！你玩盖伦？盖伦确实好玩。然后在主播对面的时候，主播狂骂。真的烦啊，他们打都打不到他们的，主播被溜死了，是好傻逼啊，主播什么时候来一把亚瑟，他跑太快了，这个明哥何德找不好老婆，这女生送花倒反天罡，男的女的你互送都行啊，为什么这个花倒还好，我感觉还行，为什么非得是男的给女的送，我也会送她呀，只是他送我，我会感动的。我送他，他也会感动。伤害不买小礼物。玩盖伦放空大脑比建模快乐。小兵，你这盖死我了！伤你是命苦。改了台词算。是我就翻你的盘啊？不会吧？他们的塔还是有优势的。只不过这几波队友全在大龙。然后被拉扯了，天机前一步还有闪，还好吗？大哥，可恶啊！后槽牙都咬了队友，你不能这么想呀。就是因为明哥在你们这边主要还是在游戏面前嘛，可能你们看到只是打游戏的明哥或者直播的明哥，生活当中还是会相差比较大，这是真的。然后你们看到我可能也只是看到一部分的我，就正好比如说我买花或者说我在他直播的时候读弹幕你们看到的，那也有别的时候更多，日常他有的时候他做饭啊，做家务啊，铲猫砂啊，丢垃圾啊，也有很多突出的事情，不能就是说一方很好，感觉这样会比较片面吧，铲猫砂应该要再看看，这每天都是如果能看你欺负明哥就更兴奋了，明哥不是专家是吗，变态明白想笑，其实你们这样聊我会觉得你们太专注于一些好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不好的时候，就是不好如果能聊得开就行，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争吵，这可以说可以爸，别等会聊一半场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害怕。不会半场就拆弹专家了。害怕，等会儿明老直接开课。不会，不会。我们也会遇到一些，就比如说，有一些事情可能会争吵，会有。人只要接触了，肯定都会有摩擦，只是说，你怎么讲？怎么说？你来问我？什么什么？我感觉老是我在讲，又有点太大男子。你也讲讲、啊。哎呦呦！直接操作你的操作。我这么帅。队友呢？救一下！这卡莎不飞呀、啊，就只有捞大飞。这卡莎太粗了。刚说完飞了，你这大招都没飞呢。有一位脱口秀冠军说过，只要爱自己就有爱你。
你也看那个啥？他也看猴，看富航。嗯，但这个、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。前面选完胜发了一个说人生全是悲剧，那就没有美好，所以多想想美好的体验人生。其实我感觉更多的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前面讲你们看到是直播时候，比如说明哥的一些想法发言，但不代表他平时生活当中会跟他讲的这些是一样，就是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他在游戏里面的自己。发现我的队友全是 pass、他们都要等你打完了什么的才去。我跟你说，好的，现实跟线上呈现的不一样，这就可能是直播的。哦，断档了。好，那你先慢慢想。没，我想起来，就是包括很久以前，有的水友会来直播间发弹幕。说明宝，哎，我女朋友怀孕了，彩礼要多少多少。然后那个时候主播会高谈阔论，会讲说这个是个陋习啊，怎么怎么样。那个是自己不切身经历到一些事情，才会有这样的感悟吧。或者我们两个都各自单身的时候，其实可能觉得单身也很好。但是两个人在一起之后，会觉得是一加一会大于二的，所以就一直处到现在。包括很多事情也是要慢慢磨合的，完全不可能说一两天一下子看对眼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就玩得很好，聊得很好。包括我们两个现在有的时候一起打游戏啊，就纯粹一起玩游戏，也会有玩得不好、玩得不舒服的时候。但是这个不代表两个人的感情就不好。他们在说血手加韧性。鞋子换三速鞋，白，真有人看游戏、啊，就是你在讲别的的时候，他们就看游戏了；然后你在讲游戏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发一些别的有的没的让你去开课。我已经发现了，喜欢逆着你来。哇，我跟伦姐有时候相处就是怎么讲啊？伦姐，那你们要自己去问他，就是我自己。我有时候心态就是我会接受一些东西，我会默认它是可以发生的，就是接受一切会发生，但也不是说让它发生，就是说你假装否定是吧？那你们不讲。